我一滚一下，这韭菜割了嘞，那正好匀结。哎呀，你看我全部都要砍火候了，老了。你割了那才肯拔。有点火候老了，是冷点嘛，就那种来吃草芥。这会儿已经掐得差不多了。我们来草芥。你好，你这跑还在？哦。跑了哟。哎，也跳起来了噻。嗯。该迎接你，好多黑长的。吃不赢了。都鸭子吃凶的很，好吧，做个缓冲剂。要得，又买点小料的嘛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居然还有一个楼！它长得好高的，摘了熟没有？熟了，那花姐不得，妈把菜菜拆了就给花姐。拆我姜花给弄鸭子。又把刮成光杆杆啊！啊！天天留到后来又长。啊！留到了。好，乖。嗯，我吃完了。嗯，你真棒。你看那兔兔没有？它是咋个吃的？哦，喵喵，我擦，吃的好香啊，是不是？我在擦擦的。好吃的很。
要喜欢一点金针儿，那就没人会。那俩人对的水对的很。嗯。对了，工人。妈妈，你煮住了。啊？你煮了这个。啊，我煮了。他们外婆煮。嗯。外婆。丫丫就是外婆煮的。爸爸煮的汤不汤？我还不想。幺儿没有没有，这样子老了，吃血味嘛，要吃血味。把这个雀雀儿这样穿得勾勾的，晓得不嘛？然后等会儿鱼就来吃你这个，那妈妈给你叼着你就拿到哈，好不好？对，你看到那个果果，晓得不？果果开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刚刚拿起来，晓得不？又丢进去哈，又掉哈，又动的时候就拿起来哈，没有，我给你放在这个缸缸头哈，要不？我掉掉了。啊，好厉害！好的，那我们拿个先来吃哈鱼。哎，快点拿，快拿呀，快拿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哈哈，快点拿过来呀！好厉害嘛，丫丫又掉到了。我按到的我死掉了。嗯，又按到也死掉了。啊。放桶桶头哈，要不？吃完了。还有点儿，还有点儿，还可以掉，哎，还又丢过去。OK， 来坚持住！你看妈妈的在吃了，看到没有？嘿，哎，妈妈钓到没有？没有，钓到了。哇，妈妈也钓到一条了。你钓到好多条了？没，钓了两三条。啊，妈妈钓到第三条。拿回来拿鱼啊！快拿回来拿鱼来了！哇，又钓到了，好棒哦！哎，快拿快拿，快点，又钓到了！这个我那边刚刚都没鱼来吃的呀，都来吃丫丫这根鱼刚刚啊。嗯。好，又给你丢出去哈。好的。专心钓鱼吗？对，哎，跟妈妈吃了噻，对，要专心钓鱼，不能学想了钓鱼，知道吧？不能三心二意，这个。坐到钓，刚刚不要到处拿，晓得不？放到钓。放到钓嘛，牛。我跟妈妈一样放到钓。嗯，对头对头。嘿，我丫丫这个还比我这儿肯上鱼的。哎，我下鱼去了。妈妈，我下来了。要下来你放着嘛。洋洋，你看你这个刚刚钓了好大个，哦呵，嘴巴都勾烂了。老二，这条那放了吗？就留到，先留到嘛，等我们看下钓了好多。那我们回去了吧？回去啦？嗯。要得嘛，那你这个鱼竿就你放着啊。嗯。好。下鱼竿拿回来。怎么？外公提鱼了。外公提鱼了。好吧。
时候就是地瓜最好吃的时候，又脆又甜。哇，吃不菜了。对，两个小地瓜啦。我把肚子给你挑了哈。今天教育学会了啥子？要有耐心，晓得吧？等会儿吃喝完汤了，不等会儿，这是精华。精华汤。精华汤，你要喝完了吗？